学评书，哦，9岁学的相声，哦，80年代末开始又唱了5年的戏，你瞧瞧，16岁离开天津到北京去发展，嗯，这一晃我都27了，你感慨，你看我长得嫩呢，是保养的好，您亏心不亏心呢？哎，看你这个人，这就没意思了啊啊，岁月穿梭啊啊。真是很感慨，我认识他那会儿，他小小子啊，那时候年轻。你看现在这头发都呛了，这白，两鬓斑白。嗯，这我们都发小啊。是啊，包括嫂子。我要批评你们，您还批评人家呢？我倒霉就倒霉你们身上了，怎么呢？你说这句话写在纸上，你说。跟嫂子我们也很熟，你说有毛病吗？对不对？说出来也没毛病。你们这一乐，你们说就是这，是啊，是是是什么是啊？哪儿啊？是你们是好意，是不是？因为连谦儿哥在嫂子，我们其实都是从小一块长起来的，是吗？我们三，哎，啊，打小嘛，我们打小这一块儿，这都光屁股长大的，这都是谁跟谁光屁股长大的？我们仨光屁股长大的，没听说过。这是后来大伙儿说穿上点吧，20多了你们。嚯，好家伙，啊，20多才穿上啊！你看你这个，你不要老诱导我说那些个不好听的语言。这是我诱导的吗？这个我见嫂子特别规矩，是吗？老嫂比母，小叔子是儿，这是老话了，那是规矩。哦，我见嫂子真是没有说台上那样。开玩笑，嗯啊，不开玩笑。哎，嫂子您好，哎，规规矩矩。嗯，嫂子有时候看见我都躲他，躲他干嘛呀？你别走，你给我回来。怎么了？你台上是不是又胡说八道了？还不高兴吗？其实是不是怨你们？你说是怨谁？你他也跟家听相声，他一看你们乐，他觉得这怪害臊子似的啊、嗯、啊！其实他媳妇可严肃了，是吧？你回来，嗯，你是不是台上又胡说八道了？问你呢？没，我闹着玩，你少来套。哦，好，你闹着玩，你说找我吗？你是不是啊？啊，有还说吗？哦，不说了。哎，你就别说了啊。哎，啥了？哎，这天都凉了。嗯，穿秋裤了吗？嗯，干嘛问这个？问你呢，穿没穿秋裤？干嘛？穿了。嗯，你少来这套。对，我看穿秋裤。对。什么情况啊？这是疼人呢？这不叫疼人，这个真好啊！啊，台上说的各位，您一听一乐啊，别往心里去啊。是，那你说怎么办呢？嗯，因为相声它局限小，怎么叫局限小啊？啊，比如说，哎呀，今天说一相声吧。嗯，相声的主人公是我自己啊，有这么说的是吗？我大爷，我舅舅，我们家谁谁谁。嗯，第二种方法就是说他。就旁边站这位呗，不是说我就是得说他呀。嗯，第三种就说我们两个之外的人。啊，今天这个相声说的是我们街坊王大爷。哦，你看你要说王大爷这就麻烦了。怎么麻烦呢？你得把这个故事支出去。哦，我们哪个小区住几号楼，20多几，那个王大爷如何如何，观众脑子就乱。嗯，你就不如一句话，哎呀，谦儿他父亲怎样怎样，这都是假的呀。哎，可不是假的吗？是不是？嗯，哪有可能说世界上真有像我相声里说的那些个故事？那不可能啊！没错，嫂夫人的故事，什么老爷子的故事，那可能生活中人家只有这么99%，我没有这么多，我稍微完善一下，没有这么多啊！好家伙，那生活中就有这人了，那都不重要啊！一说一乐的事儿。感觉乐了就完了，感谢谦儿哥还感谢不过来呢。您又客气了，我们合作快半辈子了，啊，真的啊，就是，眼瞅着那么一个，一掐一兜水的小小子啊，嗨，有至于不至于？现在都白头发了，就老了，很感慨，是吗？真的很感慨，嗯，你得好好活着，哎，这我借您吉言，真的，咱哥俩得好好说相声说一辈子，哎，你真有个三长两短，你说你那一大家子人都是我。负担重，跟您没关系，知道吗？我不得管吗？是吧？啊，您不用管啊。当然，我们其实最感谢的是您各位。哎，这我们的观众，为什么说观众是衣食父母呢？嗯，您拿来这买票的钱，我们得拿回去养家糊口。我们指着这个呀，我们没有什么
单位啊，工作上班啊，啊，别的又不会，说相声是我们唯一的手艺。对了，你说不干这个干嘛去呢？啊，一大家子连老了带小的得活着呀。嗯，就指着这个活着，可不，每一张票钱拿回去给父母啊，给孩子上学，可不，给我媳妇儿，是给他媳妇儿一份，给我，我媳妇儿不用，我媳妇儿不用，你给，你拿着吧，因为对付什么。你跟这对付什么呀？也不是一回了，我还不就是以前没有过。你这个人这就没意思了，这句话怎么就没意思了？以后不给了，因为也没有您这么对付的。说相声是天底下最简单的艺术形式啊，反正是不复杂，但是也不容易，那是真得练。最简单也是最难。嗯，首先说它没有多么的了不起，是啊，嗯，我们是服务行业。哎，怎么叫服务行业呢？您举着票进来，您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。这是我们得让您开心高兴。哦，我给您快乐，您给我饭吃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说相声、唱戏、说书、演电影、卖菜、修脚、剃头、嗯、上非洲当娘娘，哦，一样，这都一样。哎呀，人活着几十年就是这点事儿。嗯，高高兴兴、快快乐乐的，我觉得就不错了。这就很好了吗？祖师爷赏饭，老天爷恩典。嗯，您各位这么捧我们啊，这是我们的福气。没错，当然对我们来说呢，就得努力。那必须得努力。你也会说话，我也会说话。嗯，你花钱听我说话。嗯，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就是因为这里边它有高科技。这里头有高科技。有高科技呀。是啊，同样一句话，多一个字观众就不笑了。哦，少一个字观众也不笑，就这么严谨。他其实都是设计好了的。嗯，啊，难就难在这儿了。嗯，嘴里得干净。对，无论您坐在剧场的哪一个角落，嗯，每一个字儿清清楚楚送到您的耳边，这就是基本功。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。哎，说话都说不利索，说话条理不清楚，干不了这。没错，老先生那会儿教我们的时候就说嘛，啊，说话不清如钝刀杀人。怎么着？说话不清如钝刀杀人。杀人的刀要快啊，差一刀下去，嗯，没有痛苦啊。这快刀要是钝了的话呢，啊，你琢磨这杀人得多难受。嗨，钝点钝点它也是刀啊，这不杀个人。我们小时候演出经常有那样的，学生一下场，老师说就你这个嘴啊，好几条人命。哦，就这么说，可不就是吗？也是过分说的。啊，所以打小学，你看怎么，你老跟我抬杠。嗯，我不是抬杠，老先生的话也未见得都对。你看，钝刀杀人你不理解吗？钝刀杀人我理解，但是不至于的，你这钝刀还杀不了人了。这，怎么了您？又，我给你举个例子。我可以听听您这好吗？啊，比如说有一把钝刀要杀于老师。我也是浪的，我非听他这例子。嗯，简简单单啊。啊啊，哎，就是拿你当个比方啊，拿我做比喻。不乐意？没有没有。杀你愿意不愿意？非得问鹰老师，这都得问鹰了啊。啊，红口白牙问清楚了，乐意不乐意？啊，我挺，你要说不乐意咱就换个人，对吧？换个人啊，可以换。换别我，别换，换你，换我可以吗？啊，换你行。你钝刀杀人，钝刀杀我啊！有这么一天呢，嗯，还是得杀你。哎，怎么就非得杀我呀？啊？杀我，谁给你解释这钝刀杀人呢？你瞧，这个理由比较牵强，我好不好？这勉强吧。太棒啊！这过了瘾了。某一天，嗯，要是杀于老师，咱们得挑一个好日子。哦，还得有纪念性的，大年三十怎么样？哦，这举国欢庆，嘿，包括海外华人都在庆祝。庆祝就因为杀我啊！中华民族的传统喜庆节日，这是我们的大节日，大年三十，除夕啊。嗯，对，这一天还是于老师的生日。嚯，哦，双喜临门，我这是。嗯嗯嗯啊！而且你们新买的那个独栋别墅今天也搬进来了，还有乔迁之喜。对对对对啊！嫂夫人出去买菜去，花三毛钱买张彩票，嗯，中了1亿5000万。好家伙，好事儿没有别人的了，这。哎啊，
你那个儿子从国外上学，嗯，今天也毕业回来了。哦，还是国外回来儿子。儿子呢，上国外，上英国念书吧。哎，就学好。哎，两岁那年呢，上英国念书去了。这让人拐卖了，这是。两岁有送出国外念书的吗？有志青年嘛。哦，这太有志了。走的时候都不会喊你。那是两岁呀、啊。对吧，啊，今年21毕业回来了。哦，二十多年。啊、嗯、带回来他的未婚妻。还带对象回来的。这媳妇儿家里边是世界首富。哎呦，这掉金窝里了。好不好？特别好啊。哎呦，就这一家人呐、啊、坐在一块儿喜气洋洋。我们这合家团圆呢。这个时候我得来。您来干嘛来了？您过生日啊。哦。我得给师哥祝寿来。来道喜来了。谦哥生日快乐，就我谢谢您吧。乔迁之喜，太好了，阖家欢乐。哎，得嘞，听说还买彩票了，借您吉言，大发财源。哎，得嘞。正说着呢，嗯，门铃响，谁来了呢？打开门一看，嗯，门口站着一个印度的美女。这印度美女是呵，要多好看有多好看，小姑娘，嗯，18岁一个印度的女孩，妙龄，穿着民族的服装。是是，这还点了一红点儿，这就是印度的特征。哎，拖着一个盒子，这盒子是什么？于老师也纳闷啊。啊，你是谁呀、啊？哦，姑娘一说话、啊，一嘴纯正的普通话。哎呦，那好，他说什么呀？亲爱的于老师，生日快乐呢！这是普通话吗？这，俺们公司让我来给你送东西来了。好家伙，你这怎么河北话呀？这个教他说中国话的那是个保定人。嗯，好，这不想进步了，这姑娘。于老师，祝你生日快乐呢！行了，别客气了，太棒了！啊啊，进来吧。哦，打开这箱子一瞧，这里边是什么呀？印度三宝。印度三宝，哎，首先是一个印度小叶紫檀雕刻的这么一个小桶。哦，这桶，这小叶紫檀就是一宝，印度的东西啊。是是是，哎，小叶紫檀，哎、嗯，外面抹着一层印度咖喱。这两宝有点糟践了。嗯啊，一开盖桶里边是印度神油，嚯、哦，一桶一桶送、嗯。呵，于老师接过来，吨吨吨吨吨吨吨，喝了，开心呢啊！那是得开心，过生日了啊！哦，一回头看着印度女孩，嗯，于老师很淘气，我干嘛了？说姑娘，你这个这儿点一红点儿。对呀、啊，打小看印度电影就有这个啊，我能不能摸摸这红点儿？嗨，好奇心 啊, 啊，来吧。摸呀，姑娘站好了，于老师一摸这红点儿，哦，红点儿掉了，哟，里边有字儿，写着什么呀？特等奖。哦，这好事还没完呢，感情人家公司促销，哦，谁把这 K 下来了，谁就得这特等奖。那么这特等奖是什么呢？特等奖就是这个女孩。什么意思？18岁这姑娘啊，以身相许，一辈子是你的人了。你看人家这促销搞的、嗯、是吧？你真好。当然嫂子不是特别开心，她肯定得有点想法。这凭什么哪儿就来咱我这是啊？得了得了得了 啊, 啊！大年三十别矫情，高高兴兴是不是？先过个年吧，天人进口嘛。这会儿的功夫啊，又有人敲门。这又谁呀、啊？开门一看，谁呀、啊？官兵来了。官兵干嘛来呀、啊？一队官兵。嗯，于老师。怎么着？生日快乐，也道喜来了，新年快乐。得了，谢谢您吧。乔迁之喜，得嘞，阖家团圆，得嘞，走吧。干嘛去？杀头啊！我都把这茬快忘了啊。对 对, 对，还有这么档子事呢？竟沉浸在幸福当中了啊！这太高兴了，前头、这个、得带您去杀头了啊！不干嘛？不干嘛啊？就非杀头？哎，就拿您解释什么叫钝刀杀人啊？嗨。那不行，我这您告诉我一缘由再杀头。您到那儿您就知道了。那不成，您非得说。啊、哎呀，拿我那个去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就愣拉呀，一摁胳膊，哦，给于老师弄走了。哎呦，人间的大喜大悲落差太大，可不是吗？屋里一下就傻了，全都愣了。虽然说点着灯，嗯、就如同黑暗当中一样，说的是心情 啊, 啊。嗯，你那个儿子咣当就坐在那儿，没经过这事儿。他那个未婚妻也挨着他坐下了，傻了。小两口眼泪汪汪的啊，尤其是你儿子，2岁就走了，是20来岁回来，来喊一声爸爸都没有时间，这没工夫。孩子委屈坐在那儿啊，我腿都软了。您也害怕呀？一下我就坐在这儿了啊。嫂子坐我旁边，是吗？那印度美女坐我这边。
哦，我们五个人啊，嗯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嗯，就那个难过呀，真的吗？谁也不许乐出声来啊！我说不是真难过吗？想不到的事情啊！刚才还合家欢乐一块过年，对呀、啊，这哪说理去啊？啊，尤其你儿子。孩子眼圈都红了，那是眼泪马上要掉下来了。这亲儿子呀，还得说嫂夫人，他也难过、啊，一瞪眼，嗯，跟儿子说：“你干嘛呢？要哭啊！大年下别找不痛快啊！谁找不痛快呀、啊？犯得上吗？啊？哦，犯不上啊！我这个好容易回来了啊，咱们这不团聚了吗？我谁跟谁团聚了？我一想，对呀、啊，是什么对呀、啊？嫂子是女中豪杰。”哦，都别难过了啊！是是，别难过了。嗯，啊，什么难过？您不乐出来就是好事。嗯，包饺子吧，做饭吧。啊，你们吃饱了撑的是怎么着？哎、你看，太缺心眼儿！我都那样了，你们还包饺子？我们能吃得下去吗？吃不下去，你们还包？您是我们的骨肉一样的交情。说的是啊，我们不是为了吃，那为什么呀？是给邻居看。给人家看什么呀？哪家街坊没有几个那个是非的主啊？啊啊！我们坐屋里边黑着灯也不吃饭，哭得哇哇的啊！街坊不得笑话吗？说什么？瞧这家缺德人家啊，杀个人连饭都不吃，咱不唠那个。哪家邻居这么缺德呀、啊？这个包饺子真包啊？包也就是点缀一下，啊，素的啊，肉的，海鲜的，哎呦啊，韭菜鸡蛋的啊。羊肉白菜的啊，真全，鸡肉香菇的、嗯、弄个三五十样的馅儿，哎呦，一样来一盖盘，对吗？吃得了啊？对对对对，包点蒜，嗯，还有泡那个腊八醋、哦、啊，就调好炸辣椒油、啊、是是是，哎，再弄一碗咖喱啊。对了，旁边还有印度娘们呢嘛，对、嗯、也得照顾照顾她。对，开点酒吧。还喝呢？啤酒白酒啊。哦哦，也不是为了喝啊，掩饰一下内心的悲痛，都没瞧出来。喝一个，这是掩饰吗？这您掩饰的有点过分了。这个就在我们万分喜悲痛的时候，您说清楚了。于老师已经送到了北京菜市口，我还在菜市口杀啊，是一个专业杀人的地方啊，那是传统杀人场所，对吧？嗯，这会儿都半夜十二点了，都这么晚了，于老师来了。到这儿啊啊！先把衣裳都给脱了，干嘛脱衣裳？哎呀，死刑犯是有他一套的程序。哦哦，给于老师扒光了，嗯，一丝不挂，光着啊，一丝不挂啊。嚯、哦，哎，拿绳子捆好了，嗯，脖子后边给于老师插上一个招子。什么叫招子呀？电视剧都见过哈啊，看京剧有一带尖的东西啊，哎，写上于老师的错误啊，哦，犯的错，打流氓于谦。哎我说怎么扒光了杀呢？嗯嗯，很好了啊。嗯，于老师啊，请，就别客气。哎，于老师可大气了，是吗？有话说。哦，我说什么？本王啊，本王，什么叫本王啊？大流氓吗？大流氓自称本王啊，我就别放粪了。这时候本流不好听，没这不这不用叫了就。本王啊，滚、哦！还踹上了啊，扔那儿了。跪那儿，跪着呢。谁让你撅那儿了？撅着呀、啊。给扶好了啊，摆正了。怎么又撅那儿了？你甭管我了。这些于老师光屁股老撅着。嗨，你先甭管他了，甭管他了啊。啊，都忙活完了。嗯，天光大亮。啊，这一宿啊。那是你多麻烦这会儿功夫。哦，这就大年初一了。早上起来，北京的民俗是这样的。嗯，每年大年初一开始啊。啊。他有庙会，有庙会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您待这地儿叫菜市口，菜市口怎么了？哎，离他最近的是厂甸庙会，啊，那可是个老庙会了，就是琉璃厂的庙会。对对对，从清朝就有，是啊，北京城得有一百多万人上这儿来玩来，一百多万人，外地游客呢七八十万。啊，小二百万人，哎，将近两百万人吧。哦，这两百万人，嗯，都得从您身边经过。逛庙会这两百万人，打您跟前都得。你们卖票不卖票啊？啊，通票。
哎呦，我还含在里头了。你算一个景点儿？没听说过，这叫什么景点儿啊？哎，打着过大伙儿啊，这是场店庙会，逛逛去。这听我们头回来没？是吧？我们没来。怎么了？于老师，别嚷了，咋了？行了行，别一惊一乍的。我是你的粉丝。不是说这干嘛呀？我天天听你相声睡觉。行了行了，快给我拍一张。拍什么？有什么可拍？这光着屁股撅着呢，这。看，哎，行了，赶紧走吧。还有那老太太们干嘛呀？闺女打电话给接来了啊。哪儿了，于谦啊？好，这闻风而来，就爱看于谦。是吗？这就是于谦啊。啊，认识我吗？哎呀。嗯、还真白啊，你管着管不着啊，你怎么那么厌弃这老太太、嗯、好啊啊，谦儿注意保暖啊，我都死了一会儿保什么暖 啊， 啊，这就是那于谦儿啊，不用介绍了，行行，我们先逛一圈去 啊， 啊，下午再回来看你啊。行了、嗯、来不来不吃劲的、嗯啊、那老太太，谦儿我得明天再来了。干嘛呀、啊、我下午输液、啊、你死不死啊，你都有这输液了还有这闲心的你。北京的庙会啊啊，一般来说是六天，六天，一眨眼就到了初七了。你先等一会儿，我就跟这儿展了六天啊。确切的说，第七天也得展。哦，七天一块展？不是，第七天是内部工作人员们看看。啊、哦，我也算他们的优惠。你大伙忙活一年去了，是不是？就为看我呀？自己人也得看一看。哦，有爱看的，有不爱看的，这就无所谓了啊。有时关系特别硬的，过来葫芦两把也不是不行。衣食父母嘛，那错不了。嗯，这都忙活完了啊，在这边坐着监斩官，怎么还有监斩官？你看看，你看看电视剧，看看京剧啊，一般这种发场上都有一监斩官。哦，管这事儿的，做了一官儿。哦，哎，戴着个红颜色的帽子，配红斗篷，非穿红的，红的辟邪呀。哦，戴个大墨镜，呵，在这坐着。嗯，差人们、官兵得过来啊。启禀大人，哦，时辰已到，得问他。哎，这官这才转过来。他说什么呀？整吧，什么意思？整吧，杀吧，差不多呢。啊，嗯，啊，给他切稀碎，弄死的啊。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呢？嗯、还一东北大人呢，还等啥？赶紧整吧，好家伙，冻一年去了，受不了。碎嘴子，这大人、嗯，来吧。啊，刽子手这才来。哦，拿一口刀。啊，这口刀啊，肩宽背厚日飞薄，杀人不见血光毫，紫薇薇蓝娃娃，霞光万道，瑞彩千条。嗯，哎，刀举起来，快看着于老师啊，是呀，好啊，扎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吓一跳？哎，没砍啊，好玩不好玩？谁跟你玩了？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好，这都吓死了。呀、啊，哎呦，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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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了？尿了。废话，这么吓唬能不尿吗？啊、我跟你逗着玩呢。谁跟你逗啊？哈哈哈哈！拿墩布来，拿墩布来。还真讲。尿了，给我开呀！啊，这没影的事吗？这不是擦地了。抬腿，那条腿。别嚷了。我这要杀人了，你这跟我叫什么劲呢？大人那喊，赶紧整啊！等啥呢？哎、啊，还是好嘞，砍哟啊！哟，这是墩布。哎嘿，干什么来了你？再把刀抄起来啊！走你，这不就完了吗？一刀下去，于老师人头落地，就死了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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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往那边咕噜。哎呦，突然间停住了。怎么停的呀？等红绿灯。哎，我要这么规矩，至于杀头吗？我这还等什么红绿灯啊？绿灯了。哎呦。人头过马路啊，扭过脸来还得夸刽子手呢。我说什么呀？好快的刀啊！嗨，我也太贱了。我这个多快乐，有什么可快乐的呀？是因为这口刀快啊，这要是钝刀您就受了罪了、啊、这刀不快也一样杀头，这我就没少受罪。这个我再给您举个例子啊。还有啊，这回换一口钝刀啊，可以再来一遍。前面那些个咱不细说了啊。啊，这不用细说。哎，就我坐这儿，你媳妇坐这儿，印度那坐这儿，我们包饺子。啊、就不就端杯来，我得了，都是您的，都是您的，甭客气了啊。嗯，哎呀，你要早这么明白，何至于死啊你？好家伙，就为这个来。好，谢谢吧。就是从我接收开始，好不好啊？还是得说一遍。我们合家欢乐，这都不重要了啊。都不说了。于老师已经展览七天了。就说杀头，展览七天了啊。哎哎，大人已经做好了啊。啊啊，刽子手过来。启禀大人，时辰一到。哦，大人这一回头是撒呀，整啊，弄啊，切稀碎啊。好，这孙子还没下班呢。嗯，
鬼子说把刀掏出来了，杀吧。这口刀好家伙，打宋朝流传下来的老刀了，一次都没磨过。是啊，因为磨一回得花两毛钱。哎呦，打宋朝到现在没人花这两毛钱，这帮抠门的。哎呀，这口刀都是锯齿啊，啊，这个刀刃比刀背还要厚，这翻着砍合适了。这个、要拿刀背杀你，那是你的造化。那今儿呢？今天决定用刀刃杀你，受了罪了。哎，嗯、刀举起来，走你啊！啊，啪！什么意思？扎在脖子上了、啊，扎上了，上也上不来，下也下不去。那怎么办呢？横着推吧。啊，走你！锯啊！连锯三天啊！您猜怎么着？怎么样？你是饿死的呀！我去你的！后来啊，他这个行了，还有续集呢。您这都是真事儿，哪儿有真事儿？嗯，我就爱跟于老师在一块儿说相声，好玩。你看他要是不在这站着，我说这事我都觉得心虚的慌。啊，说别人不行。哎，他这哎，这事儿是真的。哎，好，增加您信心了啊。这么些年来跟我一路走来，风风雨雨，嗯，真是得多谢于老师。您又客气，应该。哎。现在上岁数了啊，原来那会儿有的时候演出一演演到12点半一点也有，那是有。岁数大了，有时候我心疼他。嗨，站时间长了，我老怕担心啊，让他扶点桌子。扶桌子，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啊。那是，这可能有好点。也就是他啊，也就是他，这么些年就落一好体格。反正我还行，身体还不错。换别人的身体就在我旁边站着啊，够呛。啊，时间是有点长，他还行，他可以，他还好锻炼什么的。哎，我平常还运动，好锻炼，没事还老游泳去。啊，水上项目我喜欢。人管那叫什么？嗯，有氧运动。游泳就是有氧，是吧？没错。他家里边祖传的游泳。对，家里都喜欢。打他那个，打他爷爷就爱游泳。要不怎么叫祖传？呼，好家伙！嗯，爷爷游泳那个厉害，是吧？喜欢水上运动，他祖父。没错。喜欢那个帆船，那是大项目。哎，帆船潜水，嗯，帆船潜水，对，都翻船了还怎么潜水？先翻船，然后是不得不潜水。哎，好，哦，翻船再潜水，潜水五天之后上来，哦，栩栩如生，好，淹死了。什么叫栩栩如生啊？厉害，他父亲游泳游的也好。都喜欢。好，他爸爸那个有个外号叫什么呀？水煮鱼。啊，还是死的呀？不是，水里的主人，这个鱼大爷。这词儿这么解释啊？你水煮大不好听，没听说水煮鱼。哦，就这么叫了。呼，好家伙，嗯，他父亲年轻那玩儿啊，嗯，就是专门玩这个的，嗯，他是这份都知道他呀。那是过去听评书有一个三侠剑，有三侠剑里边男一号叫圣婴。没错，他父亲就说我不次于圣婴。哎呦，你跟圣婴怎么个比法啊？圣婴厉害呀。怎么厉害？三只金镖压鹿林，甩头一子镇乾坤，扬子江心道富800里。对，是这么介绍的。在扬子江里边，所谓的道富就是仰泳嘛，倒着游，这么游，道富，道富八百里。呵，这个一定是艺术的渲染，怎么可能八百里？你体力也达不到800里，有点过。小说是这么写，啊，但是说扬子江就是这边到那边，见一来回的，啊，他父亲真来过。哦，我爸爸也比划过这事儿。咱看过当年那个老杂志上有这个，他爸爸，哦，还留下过文章。当他那会儿他都在20出头，那肯定是年轻的岁数。20出头，请40个记者，哦，40位记者，扬子江江边等着我，就看看我能不能。横渡过去，这要见证一下。好家伙，老头啊，穿着那个老式的游泳衣。怎么还有老式游泳衣？现在你看男的游泳就穿游泳裤衩了，就是一短裤。他爸爸年轻那玩意儿，倒退个60-70年，还封建呢。哦，男的那个游泳衣其实跟女的差不多，当年的。您看那个老电影都是那个。哦，哎，还带着袖。哦，这都穿跟球一样连下来，就是紧身的平腿裤。对对对，父亲，嗯，穿那个里边穿是这个。哦，就是，当年他觉得这个害羞啊，嗨，这游泳有什么可害羞？配这个毛巾被，嗯，
岸边四十个记者端着机器就等他，就看这个见证奇迹。嗯，老头高兴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大家。嘿，鄙人今天要游泳了，可不是，请大家做一个见证。对了，不礼貌了，衣冠不整啊。啊，这毛巾被、啊、毛巾被先扔了，游呗，那谢谢大家。啊，哎。你先等一会儿，不是就穿游泳衣来的吗？还脱什么？怕游泳衣湿了，光着游啊！对，脱先脱，脱完之后有助理拿着这游泳衣上对岸等着去。好家伙，这就是光着屁股游完了晾一下。嗯，老得穿着干风的衣裳啊！你脱完了，记者们噼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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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是得照啊！哎，拍完了，人家回去了，挺好。就见证一下，不要脸呐！当年有这老杂志，后来这杂志不让卖了，那是不让卖了啊、嗯，那是肯定给禁了。反正老头游泳有一号，我都没见过。嗯，那是那是，嗯，这是他最早一回是在扬子江，哦，后来说我要横跨渤海湾，那比扬子江又长多了。这好家伙，他爸爸啊游渤海湾，哦，这回厉害了。渤海湾我有一个要求，有什么？我要带一个游泳圈，那也可以了，铁的。铁游泳圈，240斤铁游泳圈，嚯，这是要显摆显摆！哎呀，他往海当这儿游，有一船跟着他啊，船上这铁游泳圈、哦，大吊车吊着这铁游泳圈，哎呦，哎，到海当这儿找你爸爸啊，走，哦，哎呦，怎么样？你这多少年了？啊，20来年了吧？啊，还没找着他爸爸了？哎，好，不是游泳去，就是自杀去了，这个给定在那儿了。啊，就砸底下去了、嗯。反正他们家人跟游泳、水上运动是有缘分的，那是挺有缘分的啊。啊，嫂夫人也是，我媳妇儿。好家伙，国家跳河队的，跳河队，跳水队的，国家跳水队的。对，那个游泳太棒了，游得好，还参加过铁娘们3项运动。什么词儿啊？您这都怎么了？哪儿有这运动啊？那叫什么？那铁人3项。你说是那是男运动员。啊，女运动员就叫铁娘们儿啊！游泳游得好，大书法家给嫂子写那个字儿在墙上挂着吗？写什么字儿？水性杨花。没听说过，那是说游泳好，水性大能养起花来，没有这么形容的。这几个人搁一块儿也没有于老师游泳游得好。我是正在年轻的时候，第一是各种姿势都会啊，我全面。哦呦，你不管是说正着游，反着游。全是王八这样呢，我这我不会游泳，我那你就别比划了，反正在水里边行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上岸也行，在石头上也行，那是晒太阳的，那咱不比划了，行吗？一个是姿势好啊，第二个是游泳快，哦，有速度。好家伙，于老师在水里边那个快，怎么样？裤衩都追不上，那就是没穿呢，这个人在前面，裤衩在后头，等会儿我。挤的裤衩都说话了，你看这玩意儿啊，很厉害，真厉害。我其实我不会游泳啊，但是我爱看游泳。你怎么叫喜欢看？尤其爱看于老师游泳。看我，我们出去演出去，你不管是哪儿，什么青岛了、啊、大连了，只要是有海边的地儿，啊、我就愿意请于老师干嘛、啊？给我们游一圈，让我们看，啊，让我展示一下。那年在青岛演出就是嘛，啊，哎呦嚯，大太阳，凉啤酒。啊，吃嘎了小海鲜，多美 啊！我说，大哥啊，您受累游一圈，让我们看看，啊，让我展示一下。弟兄们，来伺候着，怎么还伺候？呵，沙滩椅一个摆上，哦，毛巾被，哎呀，2箱啤酒，还得喝，烟卷、打火机，哎呦，各种小吃，啊，摆好了，嗯，请大哥，让我来，就央给他吗？那是游啊，不求人家吗？那是，请大哥，嗯。于老师来了啊，高兴，爱看呢，爱看呢，是大哥啊，您游一圈，我们那就是美呀、啊，欣赏欣赏，哎，好，等我先更衣，你就更衣，先摘帽子，不是我夏天在海边游泳，我戴帽子，啊，这是貂皮帽子，那就更不像话了，夏天我戴貂皮的干嘛呀？谁告诉你夏天了？冬天哪？夏天用你游啊？那不有的是游的吗？哦，为了是看您为什么这么伺候着？哦，对吧？拿我当傻小子了，合着，请大哥更衣。哦，哎，这才摘帽子，嗯，墨镜，口罩，围脖，哎，这围脖都，嗯，有这么长围脖吗？这个，嘿，
大衣啊，西装，你看坎肩，哎呀，背心，穿的太多了。你先等一会儿，您家这什么意思？这个贝贝家怎么那么全呢？我穿的大马靴，好嘛，裤子啊，毛裤全得脱，秋裤，哎呀，三保暖，这得一身一身的穿。我都没不像话，您这。我跟您说啊，哎嗯、这是袜子吧？对、嗯，袜子要这么脱，这就不是贝贝家，知道吗？不重要，不重要啊！啊，都脱，就剩一条小裤衩，这就差不多了。啊、请大哥更衣啊！好，嗨，别更衣，我让人让我更，我就更了。您这可以留着，可以留着，多新鲜呢！提上裤衩啊，配上毛巾被。哦，配毛巾被这活儿都得我来、啊。是啊，您给配。哎，嗯、啊，我有馅啊。我也不知道冷。嗯，您坐，沙滩椅。哦，于老师，坐好。我还坐呢，我赶紧活动活动去了。嗯、坐、啊。啤酒。我也是浪子。是。拿瓶啤酒。嗯。大哥，请。哦。于老师拿这，蹲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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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蹲。先喝。哎。好、点根烟，你拿烟，我伺候着啊，是求人家吗？是啊，于老师叼着烟卷，嗯，我这给点，嗯，我这没脱衣服的时候抽多好，你来不及了，嗯、于老师叼着烟，刚才脱衣服功夫太长了，没抽烟。我要是这么抽，一会儿死在海里了就。我吃了，这瘾太大了吧？这个，待会儿再来一根，嗯，咱一会儿再说，待会儿再来一根啊啊！那个小吃给我，全的活拿过来，都切好了一盘一盘的啊。白萝卜，嚯，于老师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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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吃点萝卜，红萝卜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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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青萝卜咔嚓咔嚓。我改兔子了，变萝卜，咔嚓咔嚓咔嚓，全是萝卜，水萝卜，咔嚓咔嚓咔嚓，还有点别的没有？哎，那是什么呀？什么呀？报告大哥啊，那是干炒黄豆。你瞧，预备这点东西，来来来，啊，喜欢这个大铁锅干炒黄豆，呵，四十斤呢。哎呦，是不放油，愣炒，干炒吗？拿过来，于老师，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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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吃，四十斤全吃。我这饭量也不小，别喂，四十斤干炒黄豆，嗯，一般的牲口吃不了。废话，谁都受不了。哎，吃完了，又来两瓶凉啤酒，还喝呢？吨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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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吨啊！干黄豆它燥得很，是喝了两瓶凉啤酒，有点水分。再给我点根烟，还又抽啊？这根抽完了该下海了，早就该下海了。大哥，请，嗯、哎。也知道冷，嗯，行了，嗯，准备准备，哎呀，好家伙，这怎么烫着了似的？光脚踩烟头，嘿，好，谁让你脱完衣服抽烟的？废话，啊，太疼了，烫着了。今儿要不油了，早就不应该油。孙子，下去。哎，好嘛。这么痛伺候你了啊！啊，下去，等的就是这出啊！该于老师露脸了，我游啊，奔海边就去了。哎，我要回到祖国的怀抱。一下海，完了，怎么了？我们浮浮在，太浮的了，在水里如驴得水，如驴得水，叫什么？如鱼得水。哎呀，在海里边跟带鱼似的啊！哟，一会儿像豆豉鲮鱼了哟！哎呀，好，还带着豆瓣呢。那错了呀，怎么看着罢了。哦，刚才这么伺候人家，值了啊！真美，在水里边啊、嗯，一会儿你看就趴在水面上。哦，我的天，这要是我非淹死不可，就这么趴着，就怎么还能这么游？他就在水面就这么平趴着就能飘，人家往前走，嘿，太棒了哦！但是
有的时候有的事也不好说。怎么出什么意外了吗？吃那么些个萝卜啊，黄豆40斤，哦，凉啤酒，是这一下海一折腾，海水它热有温度，嗯，于老师这肚子里边较劲不舒服。他这我也不知道您哪位是科学家啊，啊，反正人一般来说这是忍不住的，也未见得非得忍啊，有一股子气体啊，顺着于老师的身体中后偏下部就出来了。哦，他在水面正趴着呢，飘着，我们都这儿看着呢。啊，水面他趴着，你就看远远的。哦嚯！好家伙，这么近的海还有鲸鱼？没有鲸鱼，哪有鲸鱼？动物世界不都是吗？滋滋滋的啊！不，你不，你理解错了。紧跟着后边，听，啪！哎，你就看这海面上啊，小鱼儿啊。皮皮虾呀，小蛤蜊呀，好飘着一层啊！我这下网来了，比那，我怎么还有黄豆呢？我这没听说过，没嚼碎可能是什么呀？打窝子呢？哦，紧跟着就来了啊！叮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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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！呜，好家伙，吓坏了我了！是啊，谦哥，快上来吧！怎么？水开了！我去。第二天呢？没有，您这都带续集的。这我要说这，要没人拦着我，那还了得啊！你说一乐，哎啊，观众藏龙卧虎，不管是知识面、个人的素质，方方面面，您都比我强。哦，我这个文化水平也低，是啊，也不敢说通过我的相声能让您各位哎接受到什么大的教育啊，或者怎样，我做不到。不敢说，我水平很低，得向各位学习、嗯、能让您高兴我就值了。哦，那我给您快乐，您给我饭吃。嗯，至于说于老师怎么配合，那是另一回事儿、嗯、您怎么说我怎么配合啊、嗯、一会儿咱游泳去吗？不去，天太热，让他们给您炒黄豆去、嗯、啊，等天凉点再说。那行那行啊，我们约会在冬天啊。对，这两天演出呢是德云社的部分演员啊，打明儿开始要陆续又换一批其他的演员。对了啊，让大伙儿都瞧我新鲜，要是能买着票你们就尽量来，好不好、嗯、是来吧。